大家好，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，和大家介绍过香烟货架的位置选择及摆放的四个原则，当然还不够，这儿还有两个香烟陈列小诀窍要告诉大家。一、香烟和颜色大学问，香烟陈列原则的色彩威力不容小觑，用对的颜色可为销售大大加分。醒目的香烟盒，硬核适宜的颜色搭配，可给消费者留下产品丰富、选择性强的印象。更可充分运用同系列色彩搭配法进行陈列，这样会令人耳目一新，印象深刻。温馨小提示，在消费心理学上，红色包装的商品更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哦。明亮照明少不了，借助恰当的光照，可以强化香烟包装的色彩度，加深商品精致高贵的美感效果，并营造出浪漫、热情、清爽等预期的展示效果和购物氛围。此外，还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，并引发其对商品的亲和力。美观科学的香烟陈列，不仅能直接地促进销售的达成，提高商铺的市场竞争力，还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和更多的选择。盖的这些香烟陈列规则，香烟一定卖得红红火火。你还有哪些独家香烟陈列小技巧呢？评论区分享起来。